它其实之前我看到它前面还放了一只好像小老鼠还是什么，就是老鹰在追那个猎物。你看它虽然有翅膀，然后翅膀有一节一节的羽毛，然后后面尾巴的羽毛也是。它的造型很特别，它设计的时候你看还有脚，它丰富的从前面灌进去，光从前面封口灌进去，好像能够灌到它的爪，它是一个立体的造型，所以在设计上在制作上的难度是相当的高。这个猎鹰，这个我们大家都很喜欢这只猎鹰的设计。 这只猎鹰应该可以换到一台车，偷偷告诉大家，呵呵真的，我们的老师都把他们最好的作品拿出来，所以真的要请大家爱惜他们的作品哦。那我们的风筝不要在这里释放，因为我们自己的风筝万一不小心飞进去了，跟老师的风筝线勾到，就相当的危险，作品可能会损坏哦。好，那我接下来要继续送乖乖喽。刚才有介绍软体风筝，那我一样会问大家，请问软体风筝是哪一国人发明的？ 准备好，首先放下，一二三，红色一格的主题是哪一国人？美国，没错，答对了，美国人发明了软体风筝，谢谢。那有。
有没有人知道软体风筝大概是在哪个年代发明的呢？刚才也有提到哈，来手准备好，一二三，来这位美女，恭喜答对了，1960年代开始，然后各地就很多很多的风筝节在举办了。你一定很棒哎，你每一题其实你都知道答案，只是举手时间慢一点点，不然我现在直接问你好不好？好，请告诉我们今年的苗栗市风筝节在哪里举办？湖滨公园。太棒了，恭喜答对。你其实我看那个表情，他讲没关系，你要问我什么最难的我都回答得出来，就问了这么简单，因为你真的很棒，谢谢。好，那我接下来要继续问大家咯，我们刚才介绍了这么多的风筝，这题超简单的，请问你最喜欢现场哪一个风筝？好，一、二、三，妹妹，你告诉我，爱心风筝哦，在那边的风筝。好，谢谢你告诉我，等一下我会走过去看爱心风筝。那我们要分享的一二三，上面这位黑衣服的美女，来，这个颜色的章鱼，蓝色章鱼哦，今天只有这只章鱼，因为前两天、昨天超多章鱼的。好，谢谢，恭喜你。跟我们分享的这边，你选哪个风筝？你喜欢哪一个风筝？它真的是你手上的风筝。你喜欢哪一个？你想的都可以。嗯、你喜欢汪峰队，太棒了，很诚实，拥有的是最好的。好，不用看天上云彩，拥有的好有哲理哦。来这边。其实我们家也一直外面养了六个。